华视一郎带您欣赏舞蹈2021树林跳跳岛舞蹈节在线上登场，以随时随地练武功为核心，规划了新颖的线上节目跟活动，相当有趣。跳东跳西最闹，加到专跳样样来。舞者用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要表达的意象，有的静，有的活，但目的都是一样，希望把舞蹈的乐趣感染给每个人。几年之后，我越来越熟悉这支舞了。为了挑战自己，开始变成四个段落中英文互相交错的翻译演出。2021树林跳跳岛舞蹈节六号在线上登场，这一回一共有两档线上展演，三场线上讲座，其中还有由16位艺术家在树林艺文中心内拍摄的39支影片《树林舞神家常菜》，每位舞者秀出独门绝活，可以以一次30元随机抽影片观看。这个舞蹈节就是想说，透过大家的力量，然后让它还蛮多元的，有各种的议题，那有一点像是戳戳乐。乐透的概念，就是常常我们遇到看舞蹈就会觉得很害怕，不是很明白。但如果我们可以一次看多一点，可能我们会遇到真爱在里面。树林跳跳岛舞蹈节以多元创新的内容，满足众人对舞蹈不同的需求，将会在线上展到19号，邀请大家一同感受亲民又有诚意的线上舞蹈盛宴。华视新闻联播张淑敏新北报道。